Everybody， 你们的散财童子又来咯。GUCCI 全套金管孔试色，第一支25号色。金色他们其实不是哑光质地，是奶油质地，这支颜色很美。哎，你知道吗，唯一一个品牌做水红色我不嫌弃它。水红色本来就很好看啊。唯一一个品牌做水红色我觉得非常好看的品牌 GUCCI， 这支25号色，金管25号色可买。但是如果你们昨天买了那个碎花款25号色就不要买金管了，颜色有一点点的类似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圈圈一下。它是半哑光质地、不会干的半哑光质地，金管的奶油质地嘛，感觉很好看，很好看，而且很亮肤色，感觉你气色特别好。来看这支颜色25号色，它也是有光泽，其实它就是真的是奶油质地，它是有光泽，不能说是哑光，因为哑光是不会有光泽感的，它是奶油质地，是有一点点就是水光的那种感觉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下一个，你们还想看什么颜色？这个多少钱呢？这个400多一支哦，现在价格要400多一支，它主要是外包装真的超好看，雕刻的雕花那种感觉，看到了没有？真的好好看哦，真的好GUCCI，这个就很GUCCI。来下一个，这个颜色可以买它，在这里大海寻宝505。Oh my god！怎么？刚刚那一只，算了，505超美，吓我一跳！哇，亲亲还在吗？你赶紧画买一只，赶快！亲亲，赶快买一只，没有钱，还没发工资，我先借钱给你买。哇，这支颜色是我这么多天试GUCCI，可能我觉得大家买回去最喜欢的一支颜色，有点焦糖色，有点那种太妃糖的颜色。好看吗？美不美？这支颜色，我的天哪！真的，你们会买回去？它为什么没有大火？这支颜色大火了吗？505，好好看哦，对不对？这是真的好高级啊！这支颜色我跟你们说，会有一点点有内涵的感觉，但是是真的很美，很美，很美，非常显高档，你知道吗？就高级，很显高级的感觉。这件是真的超高级，很高级，很高级，巨高级，它就叫做高级色505，高级色。来下一支，来500号色。这富鹏，我可以说句实话吗？可以 ，of course， 这是你自己花钱买的。我不喜欢这支颜色。当然可以花。这支海豹色我一点都不喜欢。Why？ 我感觉它涂在我脸上我会有点黑，有点荧光，就这边会很，就是你涂这种颜色会让别人只看到你的嘴巴，不会看到你的。别的地方是好看，但是会有一点点的荧光感，就是不会那么的显高级，你知道吗？涂在一个正常人的嘴巴上是真的不高级，而且瞬间有点变黑掉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气色不太好。我不要这支颜色，我不要500号色 no。 好，再见。我涂全全一点，太耀眼，太炸眼，这个颜色太炸眼，真的不要买，不要买，太炸眼了。来下一支，来下一支202，这支颜色好看，真的，这支202号色好看，我喜欢。出了好多这种颜色，我喜欢这种颜色，我很喜欢这种颜色，超好看，很适合于大家涂的一种豆沙红。这支颜色你们觉得好看吗？这支很高级，202号色，好看吗？它是有一点点偏那种，它跟别的豆沙色不一样，它会比较偏什么？偏紫豆沙。紫红豆沙色，它不是黑不溜秋，它是紫红豆沙色，很显高级，而且日常生活都可以用。我想把这些，它跟别的豆沙完全不一样，它豆沙会更加内敛一点点。内敛，内敛一点点。这支颜色比刚刚那支颜色好看，至少是买回家你会用嘛？买孔就是要回家用啊，不是买孔摆看的啊。这支颜色好看，202来。遮瑕笔，好多遮瑕笔啊。就没有一支你可以入嘴的吗？这一支吧。泥巴本巴色，你不觉得这只更好看吗？这只太黑了啦，这是泥巴本巴色耶 ！Oh my god， 黑芝麻糊，来试一下。这件叫做109黑芝麻糊色，黑芝麻糊本糊。哇，你看我的脸发青了，我感觉我要死了。我感觉你的黑眼圈都出来了。我感觉我要死了，这颜色，天哪，我感觉我要死了，这个人。我感觉我要从坟里爬出来那种感觉。来下一个，203来咯。
这支203未免也太高级了吧？真的吗？你如果是骗人的，那我就要打你屁股了。这支颜色很好看，这支颜色是棕红皮鞋，这支颜色是皮鞋色。啊！像不像一杯红茶拿铁？好看吗？这支颜色，这支颜色很高级哎，它是有一点点，它是有一点点。不要，怎么办？不要。好显黑哟、哦！你看我皮肤。对呀、啊，你真的是，好显黑，这颜色不要。你想不想想不想打脸自己啊、哦？未免也太好看了吧！把屁股拿过来。来，我先试一下这一支。502，502很搜索。我来对比一下吧。天哪，你们在，我跟你说，不是女生都看不出来的颜色，李佳琦都看不出来的颜色的区别。来503看一下哦。里面 Oh my god， 好的，我懂了。你知道吗？就是酷奇做这么多红色，有点让别人觉得不知道该挑哪只，就是没有重点。嗯，没重点。对， yeah， 就麻木掉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嫩嫩的、橘橘的、粉粉的。没有 get 到我的点，我觉得买酷奇不应该买它。所以你最好看的颜色在前面都试完了、欸。对，哎，你的嘴巴好像有史以来这么小过哎、欸。真的吗？会觉得嘴巴很小、嗯、黑色涂出来感觉嘴巴好小哦。这颜色是你的本命色，快点每天都涂它。现在给我贴一张符。来，三支颜色，我选出了三支颜色。尽管 Gucci 最值得买的三个颜色，第一个颜色505号色，非常漂亮的，有点偏豆沙棕红调的颜色。第二支颜色25号色海豹色。第三支颜色202号色，是一个很偏紫调的紫红调的一个豆沙。这几个颜色是我推荐的金管必买色、yeah。 好不好，这几个颜色是我推荐的金管必买色，喜欢的妹妹赶紧去抢它哦。他们要我亲你一口，我谢谢你全家。还没有关注佳琪要多点去关注一下哦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哦。好不好，我们今天的口红试色跟种草就完咯。